就跟日本应该很像吧，就是那些小先買像乐天有的东西它都有吧。先买个十公斤的金块。你就是要买乐天的东西啊。买什么？坐下来。来这里。那我就把你推倒。你是大老婆。宝宝来。不知道怎样。你就站旁边给爹爹看。我断掉了。完美。好。炸开来。Yeah, that was